来自大天使乌列尔信息，关于在大自然中娇弱的身体。传导者：向光之语。我是大天使乌列尔，你们好。 3D 人类在智力上比起其他的动物要高很多，在不同的时代，你们的头脑会发明不同的器具来让你们的生活更加的舒适，让生活更加的扩展。你们跟其他的 3D 动物真的是有所不同，而你们跟动物们在大自然中的表现也是有所不同的。你们的身体放在大自然界中算是脆弱的，你们是大自然界中唯一需要穿衣服的动物。除了你们理性思想中的礼教因素外，你们脆弱的皮肤构造在大自然界无法产生保护作用，在温度低的地方无法御寒，在非常炎热的地区或许可以不需要穿衣服，但是脆弱的皮肤却无法抵挡紫外线，因而会晒伤。总之，在 3D 世界中，所有的动物在不需要衣物的保护下，只要生存环境不要极度严苛的话，这些动物都可以依照本能生存下来。所以说，除了 3D 人类外，所有的动植物都可以在大自然的环境下自然地生存下来。而你们 3D 人类的身体为什么会特别的脆弱跟娇贵呢？原因之一是你们过着越来越跟大自然脱节的生活。因为 3D 地球人口数的暴增，对于都市群居的需求会更加强烈，但是都市化意味着你们越来越跟大自然脱节，越来越远离大自然。在过去地球人口数没有这多的年代，你们跟大自然的连结是深刻的，而你们当下的人类却跟 3C 产品的连结是深刻的。即便到了大自然的环境，你们并不是用身体的感官，不是用你们的心轮跟大自然做连结，而是急着用你们的 3C 产品将大自然储存起来，将大自然超越 3D 的能量用 2D 的方式储存起来。你们往往错过了当下盖亚地球母亲所提供你们超越 3D 的能量而完全不自知，只知道在一味的追求那储存在装置里的感官欲望满足。在这样的过程中，你们即便到了大自然中，你们之间的连结程度是越来越低了，所以你们的身体在大自然中会越来越格格不入，越发娇弱。目前你们娇弱身体的寿命比起过去跟大自然更加连结的年代确实是延长了许多，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代表你们的医疗技术和卫生水准真的进步很大，而身体保健的资讯也因为网络的发达得以传播。但是如果你们继续过着跟大自然切割的生活，不去重视跟改善的话，你们 3D 人类的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精神疾病，压力跟生活的沉重感会导致更多的身体疾病。虽然寿命增加了，可是心灵品质未必有所增长。其他 3D 的动物们没有人类这样的智力去开发进步的设备，他们只能顺天而行，这样他们反而非常的优雅地活在大自然中，跟大自然是如此的和谐共振，在大自然中开心的生活。也或者因为大自然环境严苛，辛苦地生活着，但是还是怡然地活着，在大自然中宁静地接受自己的生老病死，不会动不动就想不开去自杀。所以当 3D 人类的生活越来越跟大自然切割时，不仅身体越来越娇弱，承受风吹日晒的能力越来越低。而如果对灵性提升没有自觉的人，在这样的状态下，心灵能力也越来越娇弱，会活得越来越脆弱，或者只能靠着物质感官的追寻来找到短暂的快乐，
这样内在是很难会找到真正的宁静与快乐的。动物们跟大自然融合的能力比起人类是高出很多，因为他们没有这么聪明的头脑，让自己脱离大自然生活。比起其他的动物，当下的你们好像可以过着远离大自然的生活。你们还是必须要理解到一点，你们的生存基础食物还是来自于大自然，你们还是必须要仰赖大自然提供生存的元素。所以提醒你们，不管你们现在的生活模式表面上看起跟大自然是离得多么远，你们还是活在它的滋养下，你们无法离开它而活着。虽然你们目前的状态离大自然越来越远，身体在自然的环境中显得越来越脆弱，但是你们还是可以改善这样的状态。跟动物们最大的不同是人类拥有更高的灵性。当你们有觉知的经常启动内在跟大自然做连结，真正用心灵去感受大自然所给予的丰盛跟疗愈时，大自然那超越 3D 的能量会源源不绝地流入你们的内在。那个在大自然下显得娇弱的身体跟心灵会得到滋养，而你们能跟大自然频率共振，也就比较能够适应大自然所呈现的现象，你们的身体跟心灵就不会如此的娇弱了。最后，还是要提醒你们，尽你们最大的可能，有时间有机会就跟大自然做心灵的连结，它会给你们源源不绝的爱。我是大天使乌列尔，我深深的爱着你们。谢谢收听，感恩祝福。